急忙逃离课室，马六甲大爱育委员学生跟着老师紧张逃生。在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是要谨记的，就是要逃命啊！他很棒，他们都逃得很快哈。消防英雄来到慈济园区，不是灾难现场，而是一年一次的火警演习，加强职工和小朋友对火灾的应变能力。Dalam masa dua minit saja mereka telah berjaya membawa semua anak-anak murid ini ke tempat yang selamat. 快点跟老师一起跑，不要急，慢慢跑到里面被火烧到。战战兢兢拿着灭火器，小朋友虽然怕火，却勇敢把火扑灭。所以你现在不怕火啦？户外体验，户内教学。让他们在火灾发生时有了求生知识。火不会上线，会上上，火在上面。啊，然后，所以去爬。如果火在我们的衣服上要滚。两个小时的消防培训课程，让全校137位师生加强安全意识。大爱新闻郑伟伦、钟建明，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。